六路，平阴暗路，去了共一个路面，再咱队伍分开去救。哦，是一局，我不得不困。以来，勇士创始神武的天下。我会将你的龙头挂在仙姑之上，好好观赏之情。杨志平，应调哥众多困法，谢松岳心含受风不中，就管定定，意在困不在杀，那主要目标便是玉龙文书。速速不听，因为何气在这波之外袭击？这毕竟空间属于东波阴身，风流不争，移动很好。好，好，原来是此，空间为我输定，就要为我输定。好。手脚伸出，铁钢开山。天开天，云断地，雨洪波，神就通。最会上下八方定位。好个天，上一块地龙，南瓜小乾坤。快损玉龙！天作明，云不灵，玉龙明如锐刃，摇摇欲坠，失了剑魂。最后一击，龙心终结。妖术力量，心无降临，太公降服，玉龙降心，身死破胸。再好几秒钟，顺水寻母。我也以为要救亲，哈，最终已用心不归力吧。文太公，你吹得真好，再来不如你喽。龙文书，提心自己龙，心破力龙。啊！惊蛇入，黑脚金波，前出速力之波，提心一震，多流修得空地，相眼含混二零。有两公司来一个一兵消灭。哦，功夫少有，斩草除根，痛水心魔再成十重关，将谁再填皮的？好，这回你无机会布丁。好，十重关最会移动物，痛水心魔用作第六型。真不行，应该不动武功法，一定天秀。好，谢松岳破名剑，再修无匹金力，没有一万乾坤。一气孤名，在心面前，尽显秀威。西风，金木东天将，整体修行进度之势，逐年。进去不断，一乱溃散，纵使是无共人之票。好。一亏。